号练声，等会儿就是状态不好，隔一会儿又要练声。我希望就是一件事情能一次性的做完，就不要。哎，你不要那么多理由，快去。老师虐待虐待练习生。哟哦，不是哟哦啊，是哟哦。哦，这个样子。怎么怎么？妖妖。嗯，不是妖。妖怪哪里跑？错了，就是你。姐妹打扮绕下手，自己买线自己缝，粉红你买了条粉红线，女粉红买了条线粉红，粉红你是反凤凰凤凰粉粉红啊，女粉红是凤反凤凰啊粉红。所以这个事儿谁来说？噼里啪啦，慢一点，由慢到快，预备走。噼里啪啦，里音，快点，啪啦，啦，来加速，预备走。噼里啪啦，噼里啪。那我感觉现在也很多歌是这样的，哪种？就是突然结尾。Love me, as I love me, yeah. 它是这样的。这已经到一个尾端了。You love me, yeah. So as you love me.我的目标就已经在眼前了，但是还没有去达到，就一起去冒险。反正我就是感觉想的多，有点多。感觉那个就是有点太表面了，你知道吗？就前面这段，就跟光和影子没有什么关系。如果光达到某个境界，影子就全部没有。就是光如果变太大的时候，就是四面八方都有光。嗯，对。可是你的脚下总会有人，知道吗？对。Breakdown 的话，这个地方，其实我是有一个构思，就是一个场景的，不是一个场景，是一种那个现场的话的构思，就是说，这个地方能不能就是那种，就设置一点动作，然后如果有几个伴舞，你就一起这个 breakdown 的这个地方，就是把它，移动，简单的跳一下的那种感觉，对吧？高吗？你就当那一场。掐了，这段必须给我掐。